三面台湾台天之娇女，剧情进入最高潮。你不可能即摆什么代志拢无，好好徛在我的面头前啊！当初你安怎对付我，即摆做一件红衣，我的手来呀，爱紧走，安心就啦。一定爱收看三面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现在罗夏已经不是你实在罗夏安了，你一心跟他想要报仇，你千万不能给他当作可爱动物区的小绵羊啊，安尼写就危险的。老婆，卖你们受罪哦。母亲见死，你这些鬼子都是悲惨的配族，你把我的良心全部都毁掉了，全部都毁掉啊！你现在对付完张家良？算了，绝对是针对我的，所以我们才想讲哦，把张子祥扣掉的，无得个还当利用伊做谈判。张夫人要来这种所在是要创啥？唔对，我是你鬼话。既然我已经来啊，那就着急要走。啊，找一个你要退休的查某，假做是杀手，而且这警察打扮，敢要想要好笑？其实是曾万里想要甲我关一家。无唔对啦，会长认为既然你这么要紧张子祥。安尼，就让你直接专心专意照顾。总裁，我已经帮你下定，处理好事。我要回来休困啦，这就交给你。你要怎？你莫白来哦。当初你安怎对付我，今仔做一遍嫌疑。哦，原来这是安尼用的哦。干嘛？你真要相信我啦？我一定会做你上好的助手啦，吼。庄月里的雷神之锤，安心就落。